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全台最美的水族馆，那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。一开始你进到水族馆呢，会看到这个超大巨型的水族箱。一开始我以为是投影布幕，但其实并不是哦，它是真的水族箱，因为它的高度呢将近是有4层楼高左右，而且呢宽度将近是有14公尺，那水深呢将近是有9公尺。那里面的鱼种也是非常多种，将近呢是有6000多只，而且有30多个种类。那你可以看到像是有鲨鱼啊、红鱼或者是小丑鱼等等。那不过提醒大家，因为这边灯光稍微比较偏暗一点点关系，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拍网美照的话，可以用侧面拍或者是背面拍的方式稍微比较适合一些。那另外呢，在这边除了有巨型水族箱之外，后面还有热带雨林区跟水母区，最后你还可以跟企鹅一起喝咖啡。